试试看今天做的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茄汁焖面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蒜末可以多加一点，和茄子的味道超级搭。我想把栗子做成一碗面，你来切菜，我来下面。加入屏幕上的调料，记得要做好笔记。等待茄子和番茄炒软，就可以加入清水了。在汤汁煮沸之后，拿一个碗先舀出一点汤汁，放入面条。等面条煮熟，把之前舀出来汤汁倒回去了。元气满满，可以扫光你一天疲惫的茄汁焖面就做好啦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